让你天天套路我，这大鸡腿和鸡蛋你一个也别想吃。全藏起来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该的还真严实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大鸡腿配上辣酱是真好吃啊。嗯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吃饭，来了。我的鸡蛋都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公一回，你别哭哈。这辣椒酱配米饭真是绝了啊，味道好极了。你还别说，看着就有食欲，真是馋人啊。吃点吃点，我都吃饱了，吃吧吃吧。吃饱了我就放心了，终于可以吃大鸡腿了。快来吃饭了！干啥呢？你们不选上了？选一个吧。他选这个，上大。好。给这个来。咋吃呀？得把它支走呀。没什么选，拉拌饭呢。饭准备好了。怎么了？就知道你会来这套。那不行，得想办法吃肉。哎呦我的妈！把我牛肉藏起来，伪造一下现场。又在搞事情。我得迷惑一下你。吃饭了。
你拿什么钱？拿着手里给你。嗯，你忘了。我起来喽。啊？怎么变成小肠了呢？我有点卡了，我拿点水一下。怎么打那么多岁了吃了饭？来，干！仅仅看你能不能换明白。笑秧底，先让你得意一下。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咋不死呀？开饭了？开什么开？我是大的，尽量不给我吃。别！我是个小耳朵，不怎么饿了。从哪来的鸡腿？我吃过，